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聰。今天我就要測試一下 Lobby 他的記憶力究竟犀唔犀利。因為 Lobby 咧成日都被人話覺得他好似唔係好叻，但我覺得其實呢啲都大家對他誤解。我覺得 Lobby 係一個很聰明的人嚟嘅，但係可能他聰明得比較低調少少，所以大家就發現。所以今天咧，我想用呢四隻 Ace 咁嚟同 Lobby 咧玩一個記憶力大測試。喂，今條片咧係有金主爸爸贊助，首先多謝 Kiosia 贊助我哋今次呢條片。咁我哋而家就去片。我哋 Lobby 啊，嗱 Lobby 係我哋公司公認啊，喺呢個最靚。Yeah, OK， 我想講佢中意揾我，終於變魔術俾我睇。平時我挨佢變魔術咧，即係唔係咁啊，就咁樣啊，咁樣啊，咁樣變俾我睇咯。嗰啲都係魔術嚟嘅。不過今日呢個唔係魔術嚟，今日呢個記憶力大測試。呢度有四隻 Ace 啊，咁有兩隻黑色，兩隻紅色。OK， 咁依家好簡單啫，就問你好簡單問題啦。黑色係邊度？邊頭兩隻係咩色？咁快？下面嗰兩隻紅色。上面嗰兩隻是黑色，黑色 ，OK， 嗱咁啊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啊，我哋一次啊，一次啊 ，OK， 咁依家將你咁樣，喂，鬼知啊？呢啲記憶力啊？嚇，我咁樣數嘅啫喎，黑色，啱面頭兩隻黑色，下邊兩隻咁樣數，你嗰邊就黑色，確定 ，OK， 咁啊，唔知你。嘅記憶係點樣嚟㗎？ Okay. 即係某程度啱啱個情況你知啊嘛，即係我係咁樣，面頭咁樣，我再數，咁一面頭兩隻咩色？黑色，係 ，OK。嗱，好彩你冇還錢啊！你記憶可能有啲問題啦，唔緊要，嗱，我哋慢少少啦，跟住紅色，我都接唔咗啦，簡單啲，將兩隻紅色擺下邊。好。然後依家上邊嗰兩隻咩色？黑色。嗯我太快了，我再慢少少 ，OK。OK， 超慢。超慢啊。OK。紅色。紅色。紅色。摺落下面。而家面頭兩隻係咩色啊？因為我估黑色咧，一定係錯嘅。紅色。紅色嗱，開始捉到路啦。係。咁我哋依家就再難啲啊 ，OK。我揸住紅心先。OK。我落手住戒轉啦 ，OK。咁依家咧淨係估一隻嘅啫。OK。紅心係邊？在下面。下面。反邏輯，我已經識啦。非常好，你打開面頭嗰只睇咩？面頭嗰只你打開。嗱，我哋玩記憶力唔係玩咩反邏輯嗰啲。OK， 你睇下，第一次啦，簡單啲，紅心。紅心。OK， 一張。紅心喺呢一度，紅心喺下面。依家紅心喺邊度？紅心喺下面。下邊係嘛？係。嗱，但其實有時咧反邏輯都啱嘅。嗱，我因為我答咁啊，再簡單啲，借用兩隻牌啫。OK。兩隻。紅心擺喺度。好，咁依家紅心喺上邊，下邊嗰只係咩？戒轉。咁如果依家我想問你，紅心喺上邊定下邊？下面。下邊，咁戒轉咧？上面。咁如果同你講紅心喺上邊，你覺得神唔神奇？唔神奇。咁如果戒轉喺上邊咧？正常。正常。咁如果兩隻都喺上邊咧？冇可能。唔係，即係兩隻都喺上邊嗰只。點解嘅？你可唔可以開嗰只？你可以開啊，唔使我開，你開。大家見到啦，人嘅記憶力咧係有限。當然啦，我哋可以透過飲食同埋運動嚟改善。一講起記憶力，你會諗起啲咩？我就會諗起記憶卡啦。諗起記憶卡就一定要講 Kiosia 記憶卡。佢改名之前咧就係日本品牌東芝記憶體，即係圖書筆 Memory。相信呢個名咧大家應該都唔陌生。但佢哋咧仲係呢個 Flash Memory 嘅發明者嚟，同時都係全球第二大 Flash Memory 快閃記憶體嘅生產商。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咧，就拍完一啲片，跟住咧嗰啲片就突然間消失咗，或者係張卡壞咗咁樣咯。嗱，你全日拍低嘅啲心血啊，或者啲珍贵片段咧，突然间冇晒，嗰种感觉啦，未试过人系唔会明白嘅。所以今日咧，我同大家介绍两张非常之好用嘅记忆卡。如果你系中意拍片朋友啦，我就推介你用呢张 Kiosia Xperia Plus Micro SD 卡。咁咧，佢就可以俾你拍到呢个 4K video 啦，同埋读写速度系非常之快，可以确保拍摄嘅流畅。如果咧你会用到 Action Cam 同埋航拍机嘅话咧，就一定会啱用。你试谂下，当你可能去旅行啦、滑雪嘅时候，咁啊攞部 Action Cam 影得自己滑雪好型嘅画面啊，做咗好多花式啊，各方面咁样，但系发现因为可能个天气太冻啦，都落晒雪噶，然后张卡咧。
就出現了問題，全部的片段冇曬。又或者可能你依家玩緊航拍機啦，咁啊影下風景啊之類呢啲，但可能因為咧航拍機好高嘛，太陽就曬住呢部機，跟住因為温度太高啦，越曬到張卡咧就興到可能影唔到嘢，啊個後果係好嚴重，因為有啲片段咧冇咗你係影唔翻噶嘛，咁所以咧。你就需要呢張卡，因為佢咧可以喺-25度到85度都能夠正常拍攝。衰啲講句，-25度到85度真係你出事咧，張卡都唔會有事。但可能你話喂邪家聰賣廣告，梗係話佢勁噶啦，嗱唔緊要嘅。所以間咧，我係會用一系列嘅測試嚟對付呢張卡，睇下佢係咪真係可以應付到呢個嚴寒同埋高温。但係測試之前咧，我要再介紹另外一張卡俾你哋，就係呢一張啦 ，Kyocera Xperia High Endurance 嘅記憶卡啦。咁就咁睇呢兩張卡嘅參數啦，係一樣嘅。咁但係呢張卡嘅特點係咩？同啱張卡有咩分別咧？就係咧佢可以進行到40,000小時嘅錄影，最啱就俾攞嚟擺喺車 cam 啊或者監控鏡頭上邊。咁好多人都話嚇、啊，喂，我車 cam 啊呢啲求其揾張卡啦，使乜揾張咁靚嘅卡啫？可能你會咁諗啦，但你試諗下車 cam 同埋呢啲監控鏡頭啦，一般咧你一係就唔睇，但係當你要睇嘅時候咧，一定係好大鑊、好緊要嘅事嚟嘅。所以有時候呢少少錢咧係唔慳得嘅。嗱咁介紹完呢張卡啦，跟住又同大家進行呢個測試。家聰，哇！大鑊啦！係咪咧？濕曬啦！耶！打機！做咩啊？冇咩喎！啊！啊！大鑊啦！我啲卡啊！OK， 咁啱個尷尬小劇場完咗之後咧，話咁快，其實依家已經係第二日嚟噶啦，因為琴日拍嗰條片嘅時候咧係5:00啦，咁咪雪凍佢咧都要幾個鐘嘅，咁我哋就索性擺低啦，因為遲啲要放工噶嘛，係，咁我哋就雪到今日嘅依家係4:00，我雪咗應該差唔多20幾個鐘啦。OK， 哇，嗱，仲有琴日嗰個冇擦到嘅，啊，咁依家我哋要解凍，攞熱水解凍啊，會唔會爆嘅其實？冇啊，冇啊，冇熱水啊，爆㗎。會爆㗎。爆你點？我哋攞暖水。嗱，依家兩張卡仔入邊㗎嚇。OK， 咁我哋解凍。話説啱啱咧就諗住擺喺度等佢融冰啦，就拍個縮時咁樣啦。咁當個電話喐嘅時候咧，咁我諗住啊喐一喐隻杯，發現咧原來融咗啦。我想講幾無賴，咁所以你見到呢兩張卡咧，真係貨真價實啊！喺呢度咁樣，依家佢咪滾，誒咁啱啦，啱啱咧呢啲係暖水嚟嘅，依家再攞埋滾水滾佢先。嗱，為咗證明呢個滾水咧，咁朱丁應該會伸隻手落嚟試一試呢個熱。大文，伸隻手過嚟試下先。唔係，我幫你撳啊嘛。唔係啊，你擺喺度啊。唔怕㗎，唔怕㗎。熱係嗱，真係熱水嚟㗎，所以冇翻冇假。你要提影呢度100度嘅，呢度寫住㗎。係啊，100度，呢度係寫住100度嘅。係啦，咁因為例如你暖水咧，係會變翻做50-40度。係啊，咁我哋一按落去啦，睇住啦。你依家只杯都知呢啲係滾水嚟嘅。喂，睇先睇先，張溝話最多係85度啫喎。試下咯，知嘅。不過温馨提示啊，任何人為嘅損壞咧係唔會有保養嘅，我哋依家純粹測試先咁做，正常唔會有傻佬咁樣攞嘢落去。嗱，咩100度啦，我哋就睇下咩料啦 ，OK？ 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一鏡不剪啊？依家就試下呢張卡究竟得唔得啊？但係你抹翻乾淨先。依家就將第一張卡擺落呢個卡套入邊 ，OK。見唔見到啊？見到。嗱，入邊係冇嘢㗎，但我嘗試擺啲入去，睇擺唔擺到啦。啊，擺大排檔落去啦。嗱，真係有㗎。哇！嗱，小事嗱，嗱，依家掹咗佢先嚇，掹咗佢，嗱冇噶嘛 ，OK？ 嗱，我依家暴力嘅啫，正常你唔好啊。嚟，嗱，即刻有啦，同樣都係大排檔呢一條片，咁啊試埋綠色嗰張啦，咁其實應該咧就都唔使點試噶啦，某程度啊，因為佢哋係同一命運嚟嘅，擺落去。
好，依然都系用到。OK， 所以呢个测试啦系成功嘅。好啊，咁测试完你发现啦，个钻卡真系非常之犀利，无论系攞水淋佢啊、结冰啊、掉佢啊，都完全冇问题啊。咁记得啦，有兴趣朋友咧就可以上我哋网站度睇下啦。记住，好多人都可以悭人，但系记卡一定买张好啲。好啦，咁今日条片就到呢度啦，多谢晒大家，再见，拜拜。Like, subscribe, share, 多謝，拜拜。